各位朋友，大家啊，大家好啊，很感谢大家持续收看哦，我们这个节目单元啊，这个礼拜其实蛮有意思的啊，就是说我们看到在礼拜四台北股市崩跌嘛，那礼拜五马上补涨嘛，所以呢，我大概用一分钟就好，我把过去这两天我们怎么向会员做简报的，包括节目上怎么提醒的，那么呢，我们来做验证、做检讨。OK 哈，首先。礼拜四那一天崩盘杀盘，我们的看法就是说它跌的最多跌了600点嘛，我们制图的时候是跌531嘛，我们的看法呢它一定要回来489啦，一定等在489，因为这个交易量远远大于这个交易量远大于它，所以呢它从426往下买嘛，不是246往下买嘛，所以呢买到144嘛，他从246买到144嘛，所以这个上来一定会到489，干单供的起来哈，这叫一。好，再来，问题是那礼拜五要涨到哪里？这是第二个阶段了哈。一就是说，在大跌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怎么样知道它最低点到了？那相对的，我们也要能够分辨出高点。好，高点会落在562到587，那低点呢会守在137到265，也够底价。可是来到这边，他会减码，他绝对减码。你说肖明今天冲到12600点呢，他会补跌，会，你等着看。你说真的吗？真的啊，不会错了。我看了25年了，这个形态教学也教了25年了。哦，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，过去我们每次上课都有教到形态，就是北中南的巡回讲座里面。那为什么要教形态？因为它准，就好像是。会员我都主动提供他一个 PSI、哦、就是一个是手机版的 PSI， 就这个、哦、手机版的 PSI， 那一个是电脑版的，那因为成本考量啊，因为电脑版就是说会员如果你要利用电脑版，你要另外做申购。好，那我很快速，也不要浪费时间，我们来检视哦，就是说过去这三个月，我们用跳的哦，用跳的，我们都有总图啦。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个市场？怎么操作的？好，第一个，我们的每一笔操作，我都会贴在我们的研究报告上面啊、哦。各位简单看一下啊、哦，这是五月底了，然后六七八三个月嘛，对不对？好，5月27号这一天叫礼拜三，这一天很重要。为什么纪刚就点了？因为纪刚这个 PSI， 这个不是 PSI 适用任何指数型商品。OK 哈、哦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 PSI， 12345678910。那这是什么 PSI？ 这是一分钟。哈，还有那个一分钟的有啊，电脑版有一分钟的，那就做啊。电脑版新会员，我们就建议他做一分钟的，不然前三天呐、啊，就因为一分钟很快，他一下子就出现了。可是相对的，你获利也很小很小。你说真的吗？真的啦，就涨掉。不到十点，不见得到十点哦，最多就涨掉，啊，超过涨掉，人家给你造，就正五十空，负五十多，临走要走，对不对？不管有没有到临走，就是他，你只要赢了涨掉，你就要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叫一分钟 PSI， 因为你怎么跟我讲一分钟 PSI 什么都能做，一分钟，这是一分钟哦。好，那这个呢？这是选择权。好、哦，你是电脑版的客人会员，哦、记住哈、哦，每个礼拜三你一定要做，好吗？礼拜三除外，你可以不做。这不是这个礼拜的报告，这是五月底怎么做？你要挑前十名的商品，精准名，然后你就照着毕业衰做。然后呢，正五十要站在卖方，负五十站在买方。这个不就是这个？你做前十名啊，当时最成交量最大不就这一个啊？不就今天，今天没有今天，那、啊、怎么做？正五十这里要卖，这里要买，这里要卖，啊，如果从九，这里要买，可以开始。这个日期是在5月27号。没有错吧？5月28号，
啊，不就发生这个事吗？啊，我们刚好研究报告清清楚楚做标示嘛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十分钟，那不能每天一分钟啊。那十分钟我一定每一笔都跟你揭露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安尼算呀，那打病买呀，你自己看，为什么打病呀？五月二八跳较紧的，五月二九，那就要做总统计啦，对不对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，因为五月底要结束了嘛，总共十九笔，输一笔八，输一笔。我讲的是每一笔哦。输一笔多，这十九笔里面，那空是每一笔都赢，每一笔都赢。这五月底了，然后六月进入六月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啊，有十笔赢不？这叫撇衰。他会不会输？他会输。我们来看输的案例哈，六月底。这是五分钟，这是十分钟。你说为什么有五分有十分？你把你的手拿出来，来一根手，我全部点离开，一根手指头，这是你的手机，奇迹标股点一下，点了之后有没有一个 PSY？ 好，你就点它，点了一根手指头，我是不是按住它放掉？好。有没有五分、十分、十五分、二十、三十、六十日线、周线、月线？五嘛？那你要看什么？你要看五分的，你就点五分；你要看十分的，你就点十分。然后，这个是五分钟 PSY， 它的做法就是加半空加平，啊，起码加半空。我这个没得删的。这也没有办法改的，现在就是空点，我直接告诉你，基本就是空点，加半空，零轴平，加半空，零轴平，安尼抬几百点呢？这里到这里一百点呢，这样就一百了哎，我没有要你赢一百，你赢他个六七十，难道赢不到吗？然后如果这里空，难道这里会做多吗？那不是个呆子，就撇衰啊。一个叫有五分有十分，你要看几分的都可以。可是我们凡事要有一个标准，我们的标准是十分钟撇衰。在过去，我们的手机版只有早盘，所谓的早盘就是早上八点四十五到一点四十五，然后接下来就隔天的八点四十五到一点四十五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哦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办法，没有资源，所谓的盘后交易、夜盘交易。可是现在。从上这个月开始，我们的手机版有早盘加夜盘。手机版呢，就是说早上的八点四十五到一点四十五的指数就结束了嘛。结束之后要等三点，啊，三点到凌晨的五点，你的手机版 PSY 就看得到，包括三点一直到凌晨的五点，就是它的功能是不是大幅度扩增，增强了四倍，这是事实啊。这是到六月底啊，七月，这一笔我没有差，我一定每一笔都算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是不是十笔？到这里总共刚好十笔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八、九、十、十一，这笔输一笔，是不是十连胜？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本会使凊彩食，未敢会使黑白讲。八月的第一个礼拜，第一礼拜，我们往前去统计，二三、二二、
二三二二二一二十十九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总共到八月的第一周 ，PSY 二十二胜一负。啊，你敢无达高位？每个月五月、六月、七月，每个月每个礼拜成功率有没有90%？我就跟你讲了，从2018年的一月到2018年的十二月，成功率90%每个月；2019年的一月到2019年的十一月，成功率90%；2019年的十二月那一个月，成功率降到70%。有这个案例，我记得存70%。哦，那个月真的就比较差，降到70%。然后接下来今年到八月，这个是8月14号嘛，有没有维持90%的成功率？有，我每一笔哎，各位亲爱的，我每一笔统计哎，这是八月第一个礼拜，再来8月14，因为他错了嘛，错了是不是要重新起算？22胜1负，那就错。错掉是不是重新算？12胜1负，对，我有特别特别每一笔每一笔给你累积无？你就看把每天的研究报告，你就不要丢掉，你就一笔一笔去对对每一笔交易。我用每笔都做报告。礼拜四我错 ，PSY 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贪心，拜喜。我拜礼拜四的节目里面，我提到，那我为什么贪心呢？2分钟后向各位做简报。PSY 50进场。PSY 祝福您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，操作顺利。0800-555-808，0800-555-808。加入固德投顾，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。立即拨打0800-555-808，0800-555-808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一样哦。礼拜四台北股市崩跌，开平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走低嘛。那走低，它急杀嘛？急杀，这个是负五十嘛？它贯破负五十。我们过去每一天的做法就是一定等它回到负五十，这里多单进场大赢，那简直是狂胜。结果呢，它破负五十，那我想要抢短，就一抢短停损，没法度。那该怎么停损？好，我要把我们标准的停损动作跟各位做报告，好不好？各位一样哈。你电脑版的朋友，你把你的电脑打开，是不是有道琼五台股指数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点它，你卖差为六个点，是不是长这样子？一定是嘛。好，重点是不是这里多，这个没有问题嘛？这就是一等，这买你家贵输，我也无法度啊。要加什么样数？好，加什么正五十？正五十比什么底加？我可以把这里放大，我把这里放大哈。这是咪高点，控五分，还是咪加正五十？你是咪底加半空？我底加半空，啊，今麦回来这里，我是无呀？不对哈！你来到，你在这里要走。这里要走，对，就这里。为什么要走？因为在来到770，
哦，这里要走，这个要走。好，我示范一次给你看哦。各位会员哦，手机版的也一样哦，电脑版、手机版都一样，你静静的看哦，来。这是这个礼拜所发生的，上面是指数嘛，那底下是 PSI， 这十分钟，然后我们先把 PSI 发生点位把它标示出来，好，这个点叫正五十嘛，这个点叫正五十嘛，那这三个点一、二、三叫负五十嘛，好，就是说这里是负五十，这里是负五十，是负五十，好，我们先看正五十的部分，一跟二。它是在两个最高点的，我去问你，你看过什么款的指标可以在最高点告诉你我到了，不是事后到了，它是在最高点告诉你我到了。好，它在两个最低点，这里跟这里，好，然后呢，我把零走抓出来，零。正五十，正五十两个，负五十有三个，一二三。那所以零轴在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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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错吧？好。可是呢，我 PSI 我希望做到成功率几乎100%，就这张图哦。我怎么样做到100%？各位静静的看哈、哦，加半康这没问题嘛，一定赢。加半康满赢，这个点。跟这个点做多就保证赢，因为两个最低点了。好，我现在问你的是这个点，我这边一定没赢，那请问怎么赢？不然，你用这边得输啊？对，正常状况会输，并且有可能大赔，不但会输哦，这边有可能大赔哦。那我不赔，我要赢。我恭喜拜哈，各位亲爱的会员，你静静看这张图，就静静的看。然后你告诉我，这个赢的就不讲了，好不好？或者一点赢，或者正五十康零走平仓负五十多零走平仓，这个都会赢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一笔会输，我要反败为胜，我不要输，我一定要赢。那请问怎么做？他会赢？好，我在这里做多，零在这里呢，这里做多，他一定会回零走，在这里平仓，我明明就输啊，不可以。好，来 A、B、C。A、B 跟 C 什么意思 ？PSI 在正常情况，它只要到正五十，指数一定跌，国共几百，一定会跌。安在不？跌多少？不知道。牛小米，你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知道我还得了，我只知道一定会跌。相对的哦 ，PSI 到了负五十。肯定涨，一定爱去，无论如何伊都写去。啊，问题是伊要去话者，三姨不知道，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你说那怎么办？所以我们的做法不是都是临走一定要平吗？对不对？好，可是呢，我跟你一样，我跟大部分的朋友都一样，我是一个无法承受风险者。只要撇衰输几桩哈，比方人可以输了，回完输哈。他纵使22胜哦，他输了一趟，我那一趟我心情就很差。我只要输一趟，我那一天几乎假崩假没累。我很认真跟你讲，我讲真话。那请问，那这个点我怎么办？所以我讲我们的标准操作哦，过恭喜拜哈，来，我现在把点简讯点给你看哦。我再来讲来，台子期十分 PSI 停利35点，道琼十分 PSI 70点，因为道琼要加它的一倍，以停利停损35，以停利停损等于70，就他要他的一倍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所以我们来看，好，各位亲爱的会员哦，不管是手机跟电脑都一样，其实你现在已经虽然看到是电脑，其实是一样的哈。好，加，这里叫负五十，
我进场之后，如果我在这个点进场，它一定会涨嘛，就不用考虑了，一定会去嘛。好，与其负五十啊，问题是一基本没有到零走啊，它就杀下来，并且这个杀跌的这么重，有没有？有，因为礼拜四嘛，就背回几站嘛，摸唔对吧？好，拜喜没杀盘，对哈，加起零走。我如果 C， 我这里买零轴平，这一笔一定会输，一定会输，并且输的幅度还蛮大的，还蛮多。这一笔要输到500、750，要输到200点，200到250之间哦。这笔的，这笔输200，即250。但是我不要输，我要赢。那我怎么办才会赢？好，第一个，因为它一定会涨，那你该怎么办？一 A， 你要设停利，停利先讲停利，再讲停损，就是说我负五十做多了，对不对？一点去嘛，我正五十半空了，一点落嘛。关键在于我讲没有办法，不是我不愿意，我不知道它会涨多少，我没有开玩笑，我怎么我知道多少？我跟你讲多少，我无法估出，我只知道它会涨。那我也知道另外一个条件是它一定会回到零轴，可是我不知道的是正负五十要涨多少跌多少，这个我不知道，因为 PSI 本身是波动型的指标，它是针对商品价格波动告诉你最高跟最低，可是它无法跟你讲说我要涨多少或跌多少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齁，所以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希望做到全胜，任何指数型商品都全胜。这里买，你设停利70至35点，这扭起来1.5，70至35点。然后呢，不是走不要走，万一它跌落了你就走，它没有跌落你就不用走。那 OK 吧？我讲快一点哦。万一你这一笔你忘记停利了啊，拍谁？你要设强制停损。你要设强制，最后又更不走的阿伯阿斗，而且第三零轴平就是 A、B、C 三个模式。第一个设停利，万一你没有设停利，那你就要设停损。停损又没有设，那就只剩最后 一招，就是零轴就走，就这样子。OK 哈，任何指数型是商品都一样。再来哈，我再补充哈，最后一分钟，我用一分钟的时间说的会员，每个礼拜的礼拜三你一定要做一件事，每一个会员全体会员不好意思，我8月10，这个叫选择权，每周三你一定要做，用什么做？用 PSI 做。做什么商品？做交易量排行前十名的。哦，你用你的电脑点选择权，然后交易量前十名你通通都做。然后记住哦，90%以上的操作者在当天都会变零，可是你会是那个唯一例外的，并且你会大赢。我们刚刚一开始从5月份是不是讲到现在吗？好，因为你没有 PSI 我不讲，你有你就一定要做。这是你正50，这是零轴啊，跌到零，没有错吧？好，这是礼拜五我制图的时候，这里50000口，到收盘10万口，然后怎么做？-50，正50卖，它跌到最后跌到零，它最后是跌到零的，正50零，8月19，-50。它涨到这里吗？不对，它涨到这里，它涨到哪里？它涨到这里，它涨了17倍。然后呢，涨了17倍之后呢，就暴跌，这是事实哦。欢迎各位，跟着 PSI 操作。目前呢，我们会提供你除了手机版之外，并且呢，我们手机版再次跟各位报告，目前支援夜盘交易，哦，就是盘后交易。祝福所有朋友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，操作顺利。感谢您，谢谢，拜拜。
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